掌声啊！两个人演出，给您一个人的掌声。再拍就是你的了。哦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谢谢谢谢，可以了啊，有面儿。哎，关键是过年了，是是，大伙儿开开心心坐在一块儿，嗯。在东方卫视这儿听个相声，多高兴啊！其实您各位都认识我们，是啊，我是那说相声的小学生，嗯，我叫郭德纲，对啊，嗯，无所谓哈啊，这个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哎，怎么到我这儿无所谓了？都认识您就不用介绍了啊，哦，那倒是，于谦老师，哎，对，我们哥俩一块儿合作好几十年了，对了，特别好，从小就一块儿长大到现在，是我自己都觉得，哎呦。我老以为是小孩儿，怎么突然间我这么大年纪了？一晃就长大了吗？你看到今年春节我已经30岁了。哦，您这不亏心呐，您这个我说的是虚岁啊，也虚不了那么多。反正现在实话实讲啊，嗯，总觉得岁数是越来越大，可不是？站在台上老怕呀，观众不满意。哦，为什么呢？有句话说得好，怎么说？人老不以筋骨为能。嗯，你40岁的演员跟20岁的状态都不一样，就差着20年呢嘛。原来跟台上说你随便说，嗯，2个小时、3个小时不知道累。对，现在时间长了，腰也酸，腿也疼，就累了。你说这个，再过些年，嗯，比如说有一天我活到140岁了，好家伙，您倒真不少活，啊，是吧？要到那天再上场，我估计就比现在要吃力了。哦，就费劲了。140岁了哈，啊，我就得哆里哆嗦的出来，啊，能站在这儿就不错了。那会儿就得扶着桌子了。啊，这观众肯定有个原谅。140了，是，啊，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。嚯，都这样了。我是相声界的小学生，还小学生呢，这。我叫郭德纲，啊，140岁了，不容易了。很开心给你们讲相声，挺好。认识一下于老师。哦，我也来了，在这个盒子里面。哎。我都在盒里了，有一紫檀的盒子，上面带一相片 啊。对，那就是那个骨灰盒嘛。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100周年。哎，好家伙，我几十年前就死了，干的。跟大家见见面吧。对，我就把这盖子打开了，这还能见面？但是我不能端起来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140岁了。怎么了？估计我得有帕金森。啊，就是哆嗦了，手哆嗦了，抖，一端这盒子，哦，您给我挫骨扬灰了，这扬的满处都是，多难受啊！扬了你倒不要紧呢，怎么？关键是我有鼻炎啊，有鼻炎怎么了？我会因为这个咳嗽、打喷嚏不舒服啊。哦，您有鼻炎不舒服？对对对，把我扬了可没事儿，是吧？跟大伙儿见面，顶多就抓一把啊，抓一把。这就是于老师也行，哎嚯，您还不如给我扬了呢，这个。所以您想，这一个盒啊，能装多少啊？是啊，我这一盒演不了几场啊。嗯啊，所以你会耽误我的收入啊。哎，好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我那会儿助理啊，经纪人出来老得背着几口的水泥什么的，这干什么用啊？扬没了往里边好得续。哎好，我这骨灰还掺假呢。玩笑说玩笑的啊，嗯，希望咱们哥俩好好的。嗯，跟两口子似的吧，呵，天长地久，一直这么干下去，健健康康活着，倒不是为了咱俩人如何，嗯，观众喜欢相声，是这么多年来，多亏了观众扶持，咱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对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，嗯，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是给大伙儿拜年。得嘞，过年好。相声是什么？哦，您说说，相声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形式，那就是靠说嘛。它的作用是让您开心，让您乐。我们的宗旨是要做到雅俗共赏，哎，这是高级的，这是最高境界。嗯，雅代表的是品味，是俗才有渗透力。哦，不要说，哎呀，必须只是单纯的追求了雅，嗯。那个对这门艺术的发展没有好处。当然演员也得努力，是也得用功，嗯，分内和外。怎么叫内外呢？哎，对外来说，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，这对。在这方面，于老师不是我捧啊，您怎么着，在中国相声界啊算这份的。哎，我怎么没瞧见呢？您这手吞里头去了。哎，这份不是
这份哪一份什么首饰的？这份您真捧我。我说句最简单的话吧，啊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没有，您太过奖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哪儿啊就？你一说这不好意思了。不是不好意思，我说的这个琴是过去念书人抚的瑶琴，哦，还是古琴？那是孔圣人说了，啊，念书人都得有这个必抚瑶琴，古琴呐，啊。啊，上古的时候有伏羲氏，是瞧见凤凰落在梧桐树上，哦，啊，砍了之后上节太轻。下节太沉，哦，打中间砍了一块，嗯，搁到长流水里边浸泡了7749天，嚯，哦，做了一张瑶琴，嗯，五根弦是，哎，有金木水火土，嗯，外按宫商角徵羽，是是啊。后来呢，文王添了一根，武王添了一根，这叫文武七弦琴。对，于老师抚这琴抚得特别的好，我喜欢。哎，一定是焚上一炉香，那雅气啊，安安静静往这一坐，是啊。有姿势啊，当然了，有姿势啊！你看，吉他是这样啊，就这么抱着，哎，钢琴是这样啊，啊，就没有啊，没有，用不了这么大就，啊，说这意思啊，嗯，小提琴是这样，哎，嚯，是这样，你这伐木头呢，哎，是吧？哎，人家这摇琴得这样，哎，对，焚着一炉香，要这个境界。是于老师坐这儿，嗯，噔，就这声，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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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猪八戒出来才用这曲子呢，咱不会呀，那就别胡说呀。于老师是高手，会弹琴棋书画，下棋也行，棋那是下棋呀，啊，人家下那个棋是围棋，哦，黑白子，黑白子，邻居有一位围棋的大师啊，有高手啊，每天两个人一定要着棋，那叫对弈呀，啊。于老师坐在这儿啊，对面坐着大师啊，俩人焚上一炉香，还点香，这儿放着背景音乐，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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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怎么老有这曲啊？就会这个，嗨，于老师拿着子儿啊，嗯，想半天啊，那深思熟虑吗？嗯，还没想出来。哦，军长，啊，军旗也说了半天，大师都傻了，啊，嗯，军长是，大师拿起子儿来，还下呢，嗯嗯嗯，哎，好，这大师改跳棋了，嗯，哎，你看于老师是，将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。大师眼泪都下来了啊！哎呀，我都有定了。哎，好家伙，这玩的是什么呀？到底就这盘棋，俩人能下一辈子。哎，下一辈子要明白了就不错。琴棋书画，嗯，所谓的书，别人是看书，我呢，于老师是写书，著书，工工整整，自己要写书，这个厉害呀，啊！这可不容易。最近正在搞创作，对，写了点。他说这个之前那个《孙子兵法》他不满意，他在写新《孙子兵法》。还新的孙子，我问他了啊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呢？是啊，他说原来的孙子兵法，嗯，不够孙子，嗯，啊，对，我才是真孙子啊，所以以后你们称呼我就喊孙老师就好了啊，孙老师，琴棋书画都行，哦，这也行，画画也行，画，专门报过班学习，学过呀，啊，我记得于老跟人老师还说了，是我叫于谦，对，介绍嘛，我要来报名学画画，哎，啊，那个有没有那个素描班呢？素描啊，就是那个好多那女的，然后就画人体那个，哎，啊，我什么目的？我是学画去的，就穿衣服啊，光着坐塑料布上那画那个，啊，当然，嗯，当然也有男的，那个，废话啊，我可以报名吗？嗯，那个当然都可以了，可以啊，报名哦，留那儿学习了，好。两天他就不去了，我为什么不去了？我也问呢啊，怎么学了两天不去了呢？是啊，嗨，嗯。冷，哦，我脱光了坐那让人画去了，我这是学习。不管怎么说啊，提高自身的修养，哎，这学习是对的，对相声表演是一种提高，都一样，这是对外啊。对内来说，我们有四门的基本功课。您说说，坑蒙拐骗？哎，这不是，说学逗唱，脱鞋就唱，啊，脱鞋干，说学逗唱，对啊，你看说嘴里得干净啊，练呀，啊。不管您坐在哪儿，就拿咱们现场来说啊，是，你看从这儿到那儿啊，4000多米，啊，你看了啊，你怎么算出来的这？10000多个观众啊，好家伙！
不管您在哪一个位置，哪一个角落，是每一个字儿清清楚楚送到您的耳朵里，哎，让您听清楚，哎，这是演员的基本功。对，逗更不用说了，逗，你说说相声，两个人站着40分钟，观众都睡了，嗯，咱们就没有必要再干这行下去了，就没意思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包括这个唱，哦，我们一定要解释清楚，嗯，说学逗唱的唱。指的是太平歌词，这是我们本门唱。哎，我给你们唱两句，你们尝尝好不好？哦，嗯，好好好。三国纷纷民不安，东吴西蜀汉中原，曹操假作中原的玄德，刘备坐在了西川，在这东吴坐下孙权主，刘军占了半边天。这一天，孙权驾坐在银安殿，来了个奸贼，名叫御谦。狗奸贼，怎么这里还有我？老词儿嘛，都有你啊。哪有老词儿啊？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唱的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有人说不对呀、啊，那不有唱歌唱戏吗？嗯，那叫学。哦，那个叫学，那是学唱。是吗？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、唱歌、嗯，人家都有专业的演员，所以我们唱这算是学唱，学人家。比如说于老师经常就学唱歌啊，熟悉的观众都知道于老师唱的特别特别的好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好机会，啊，让于老师展示一下。嘿，你推荐的假行僧唱几句，行吗？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除了学唱歌，嗯，学唱戏也是我们的工作，那是传统的。于老师要唱戏比唱歌好之万倍。没有没有，您唱的关键嗓子高，没有这么高的了。不，你看您，我出一主意啊，啊，我唱几句，您给接一下，让大伙儿知道知道于老师嗓音有多么的嘹亮。哎，还就一句半句还可以。京剧有一出《四郎探母》啊，做工的时候有一个唱腔叫小番，嚯，就是几句快板，到时候叫小番特别的高。听听于老师这嗓子，别您给我起头啊，做不了，你放心吧，哎，有我呢，你死也死痛快。哎，好家伙，嗯，这稍微的高一点，低一点，不是您这嗓子太高了，我就救护您没问题，那您救护我是吧？啊、对对，那您稍微低点，稍微低点，低点低点，稍微低一点，先听于老师最后这高腔特别高，哎，这就能救。一见公主到令箭，不由本宫喜心间，但立宫门叫小番，就这叫小番仨字来了，来，别太高哈，哎，别太高，嗯。一见公主到令箭，不由本宫喜心间，但立宫门。来接这个，叫什么？别叫，你要死是怎么着你？干嘛呢？我这是张不开嘴了，我这是调门不合适吧？不，这个在太低了。你早说呀！啊、我给你换一个，再高点儿。一见公知道我这不这还不如那个呢？这到底要低要高？要高一点，您这太过了。要高一点，高点。铮铮铮铮铮铮，哎，这有点上午的精神。铮铮铮铮铮铮，嗯，一见公知道令箭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。你打死我得了！不是你太损了吧？这怎么呢？不是您这调门又太高，像这调门啊，您这专业院团谁说相声的没有能来的？哎，你这话不对啊！怎么了？这说相声的我能来这个？你能来？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，还我给你起头是吧？来回试试呗。低的时候我来哈、啊。来，听我这个，嗯，我就不信了。一见公主到令箭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，真好。哎，你捧我干嘛？哄我干嘛？你接着我这唱。哎，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啊？哎嗨、啊，说这没用，唱这个。再来，站立宫阿门，叫小花。